欸、我出班了。我有，我有来，来给你包来。我第二个会关吧，到时啊你。你别走了我已经见了，你要三号你要五号啦，几百台尾巴山遐，几百块山两百，你啦，尾山尾遐四百五百来，五百遐五包，五百六尾出一百来遐来，五百六尾五百五出来尾来五百遐来四来起来五包，十尾五百遐来五百六，十尾五百遐来五包，五百无来哦，十尾五百六条五百块，五包五百六，来，会会会，可以带。我今天会去多买一些蜂蜜柠檬回来喝。两百来啊，进来啦，三百多来啦。想到蜂蜜柠檬就想到那首歌。来呀来呀，就来。来来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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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其实确诊哦，我其他都不担心，我只担心变短哦。后来昨天变了一下啊，幸好没有。你要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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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问个历史问题，周瑜的老婆是谁？小乔的姐姐嫁给谁？小乔的姐姐嫁给谁？好，孙权，孙权的妹妹叫什么名字？孙尚香，嘿，孙尚香嫁给了谁？嫁给了刘备，好，刘备的儿子叫什么？中等其实是对的，是其实是嫁给孙策。好，刘备的儿子叫什么？
哎，过来啊！开始啊！开始练啊！没事，咱这五百块两五百六，讲是最早。你前面要交几块钱？刘禅啊，刘禅的老婆叫什么名字？三万七刘禅，五百块五百六，五百好啊！我糟糕，刘禅的老婆，是谁？大家都不知道。你差不多差不多，几条？提你几条这？一件还卖三百啦，一件你卖三块钱，还卖人家嘞。好，张飞的女儿。一件两三百，我叫金宝。好，三百六，一件两三百。我们就叫她张太后好了。请问，张太后要叫小乔叫什么？我们如果以姻亲来讲，以血缘跟姻亲来讲，请问刘禅的老婆要叫小乔叫什么？你在 YouTube 上面搜寻海鲜叫卖直播就找得到啦。哎，昆明找哈南，什么叫看得漂亮？叫什么？因为三国时代还没有什么妯娌什么关系，所以呢，张皇后叫小乔的时候也是叫小乔。你不相信我，来，你今天为啥我回来？这里钱呢？过来这，过来十块来，这几块钱三十，十块回三八，十二十四块来这三八六，两八六，
再来这样子来啦，一年啊，过来。那我老了，我来公司做公司，我今后会在你们这会在那会一点到的啦，就是来再来，过来再来。所以等于我铺了一圈梗，就是还是在玩弄你们。好像很快，好像很快，是啊，又是过来，再过来，过来。过来因为在三国时代，在三国时代，人均寿命只有36.8岁左右。所以呢，小乔，张皇后活着的时候，小乔已经死了，所以顶多叫他死人。保留。三国时代平均寿命啊，人口的平均寿命不到40岁。我不绕那么大的圈，怎么做梗？怎么做出这么欠打的梗？两军早，美军早。两百呀！一年，包下来。我收了。哪家的？来了。一年两百。快在三国时期也没有轮回不轮回的东西啊。在三国时期那个年代，道德这么沦丧，那时候最爱玩的就属曹操了。别人的老婆啊，下属的老婆啊，他看上的都要玩一下。廖政委有鲈鱼，有加州鲈，有金木鲈。现在正在卖啦。我就
廖正文，你要三箱哦。来，不快了。你什么时候过来拿？不快了，来。好，廖政委最后三箱帮你留下来了，刚好剩三箱。剩两箱，剩两箱。剩两箱而已。两箱 OK 吧？小文，小文，你个婆啊，真正的婆，真正的，贵在贵在，三百六，现在三百六，现在三百六。要不然你就得加一些那个，加州卤了，金木卤剩两箱，加州卤还有。铁骨方面来，铁骨方面来，铁骨方面来，哎，帅哥，我们就帅哥啊，这里黑人不好叫，帅哥来，现在帅偷偷来，帅啊。七分钱都是钱，这好多把定钱，好用钱了，只有一张。好 ，OK， 那就等你到，去后面跟他们讲就好。要做菜好了，他唯一朋友做了好了，你还要进来？坐下来，坐一边个长条，只有一张好菜，一杯小回菜，只有一张鸡尾三百回好菜，快点下三百六，能进两片菜，快点下三百六三好菜，三百碎吧，三百三百块三百嘞，三百。等把呀，你来，来对我一人家你为他要想。